整场演奏下来，村民们都感觉非常好，然后今后呢，我们想，像这种类似这样的活动会多多的举办，给村民带去更多更好的精神享受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带着学生们过来呢，我们的演出的曲目，是结合了这个中外的经典的名曲，也有我们中国的，非常著名的耳熟能详的，民族的音乐，包括这个瑶族舞曲，然后唱支山歌给党听，然后也是结合我们这个课程思政的教育意义，也是给这个学生们搭建这么一个艺术实践的平台。